你贏。有冇下載 Hong Kong Grab 手機程式？叔叔，梗有啦！睇曬血庫存量同定期預約捐血，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時候，同埋打風落雨後，更加需要大家踴躍捐血。叻，帶你見識下全新流動捐血車，可以預約去商場、寫字樓、學校同屋苑。周围去都为了方便你捐血啫，你咪捐一次血，可以救三个人。